锁，放我出去吧，憋不住了。开门进去，让那小子消停点。开门啊！我哪有钥匙，你开。不是，厨子没给你钥匙啊？我以为厨子把钥匙给你了呢。算了，这小子也消停了，应该没事。手也捆着，脚也捆着，这门不是还锁着呢吗？他要能跑了不成？这里空气太差了，咱们呀出去透透气啊！啊，走吧，走吧，走吧，这小子真能折腾，老实点。 马友芳黑色奥迪的行动轨迹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三天前从渝江市京青江高速开到青城的，之前一直停在光华路附近的一家商城的地下停车场。今天上午9:13的时候，被红姐犯罪集团的成员于田开到光华路辅路上，然后就是固定时间段经过隧道的车辆排查。马友芳的车上应该是有干扰器，导致监控信号中断。 我们无法判断马友芳的车辆大概在哪个路段停留，只能靠我们大致的推测。有可能将庄文杰转移的车辆有11辆，我们的人现在还在交通队那边细查这些车辆的行动轨迹。至于李安福那边，我们盯了一天了，他好像待在酒店里，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哎。 手小心点儿，都小心点儿。哎，行行行行，停！停了啊！哎，这可是要出口的建材，弄坏了得赔美金，知道吗？哎，哥们儿，慢点啊！啊，好。还说你呢，你慢点儿。怎么开车的啊？慢点开啊！是是。 这儿多清静啊！一会儿还得忙去，忙去忙完这活吧。嗯，成天跟这帮傻帽待在一起，憋着这仓库里，闹死我了。你再看李安福，嗯，千钱入袋有金，泡好妞就完成任务了。人家是先生那边派来跟咱们合作的，要不是他帮忙，咱们这趟买卖也没这么顺。你少抱怨两句，反正也最后一次了。啥意思？ 我跟你说啊，厨子哥有一次喝多了说，红姐想踢了先生，自己去弄洛神。其实我就没弄明白，你说那破画有什么可折腾的？你懂个屁！先生看中的东西，肯定价值连城。随便吧，赶紧忙完就行。走吧，咱俩，看看大家。嗯。 哎呀！那小子没动静，快过去！站住！里边人跑了！站住！站住！站住！ 下边的，下边那边的跑了，站住！
你连个学生你都看不住吗？我去找去，找不着我弄死你。红姐，周安杰跑了，现在怎么办？周安文杰很有可能去找警察去了。叫李安福，提前行动。是。提前行动。刚接到消息，李安福出酒店了，一辆豪车专门来接，车牌要登记信息，我的人已经去查了。那他这边有动作，是不是就说明红姐那帮人开始执行计划？嗯，关键是咱还不知道这个红魔啊要用到什么地方。我的人跟着他，看看他去什么地方再做判断吧。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现在就有一条小担心啊。刘队啊，庄文杰来了，他说要自首。啊？你说你被限制了自由，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还有，红魔为什么在你手上？这些我都会交代清楚，但是现在时间紧急，红魔已经被红姐他们带着离开了。我现在担心的是，不管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他们很可能已经开始行动了。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他们的目标。没错。你是来自首的，交代你的问题就好。也对，我是被戴着头套进去的，手机也被没收了，但是我逃出来的时候听到了汽笛声，出来之后呢，发现确实是在沿江的地方，我就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六七分钟吧，中间还穿过了一个小树林，才到了有大马路的地方，然后我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的司机告诉我说那个叫四德码头仓库，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四德仓库的租用信息。哦，对了，我在里边的时候还听见红姐他们手下的对话，说是跟一个叫先生的人在合作，这个人你们也可以调查一下。我们怎么调查不用你提醒，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要交代的？苏队，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线索。我们跟李安福的车到了一个码头，他们俩换成了一艘豪华快艇离开了。我们已经联系了水警部门协助我们，也调查了那艘船的登记信息，登记人是叫杨勇。可梁洛欢名下有游艇，他们怎么会用到杨勇的呢？我们联系了海警部门，想办法追踪上他们。我逃出来的时候看见门口他们雇佣的工人在往车上搬好几个那种木箱子，木箱子上面标注的是建筑用的承重砖，上面还有砖的规格。砖啊，查一下梁洛欢跟杨勇的社会关系，要快，有消息直接发我手机上，快去。是。怎么了？有一个新闻，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说有一伙盗墓的，把这个棺椁上面的浮雕啊都给切割了，然后用那种空心材质的东西给搬出来了，到了墓地里之后呢，再整体复原。他刚才说，
他看见四德码头上工人运的是砖，如果要是空心砖，这帮人会不会就这么干？现在的关键是运输渠道，我猜红魔一定跟渠道有关。是红姐吗？梁小姐派我来接您。红姐，车到了。您请。庄姐，审讯暂时先到这里。罗队，之前对你有所隐瞒，对不起。我的人刚刚查到，梁洛欢的父亲有一个至交叫杨勇，杨勇夫妻没有孩子，就把梁洛欢当做自己女儿。杨勇怎么听这么耳熟啊？杨勇是你们青城市的船王。对啊，他名下10万吨级排水量的船有3艘呢。所以说，李安福在这个时候接近梁洛欢的目的，那有可能就是想让船王帮他运送这个建筑材料。啊，那得赶紧通知队里查杨勇公司今天出港的船只。姐，嗨，欢欢，这是我姐。姐姐好。您好，总听我弟弟提起你。你说这次啊，要不是麻烦你，我们还真是没法准时把这批货交到对方手里。谢谢你哈，乐欢。哪有什么谢不谢的呀，都是帮俊涛救急嘛。不过姐姐这次真的没有必要亲自派下面的人来压货，我们的货轮啊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货物安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是担心货物，是想着已经麻烦你们帮我们改了航线了嘛，安排两个人上船，就想到了地方以后尽快的和对方去对接，这样不耽误你们太多时间。还是姐姐想得周到，那我们上船吧。走吧。哎，好，走。两位里面请，这边是你们的房间，里面有电话，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我就不打扰两位休息了。好，谢谢。不客气。杨勇还帮一些港澳台的富商做珍贵艺术品的报关和运输，他有一艘货轮金良号，每个月都会帮一些正规拍卖会和艺术展运送跨海的拍品，这些珍品都价值不菲，报关后会被放在杨勇船上的特制金库里。最重要的是，这个金库只能由金良号的船长杨勇的红魔扫描开启。所以说他们伪造的红魔是金良号船长杨勇的红魔？没错。接近梁洛欢就是为了利用杨勇货轮的金库，除了棺椁，那些陪葬品他们肯定也想一次运出海，金良号的金库是他们最好的掩护，
只要在里面的东西报关后，他们利用红魔偷偷打开金库，将陪葬品夹带进去放在里面，这样就能在船长的眼皮子底下让正规货轮合法的帮他们干非法运输。明白。罗月，这故障灯怎么亮了？不应该啊。来看看。9044。怎么回事？走，去看看。走。李总啊，你就放心吧，这货我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是是是，这次呀还真是多亏了你们，主要是时间太紧了，给您添麻烦了。哎，对了，船上那两个小朋友帮忙多关照一下，第一次出远门多少有些不放心。好的，都是一家人了，怎么还说两家话呢？哎，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呢？让我这个做叔叔的早点喝上喜酒。杨叔叔，您说什么呢？杨叔，欢欢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她的。哎，这样吧，等您忙完这一趟回来以后啊，咱们找个时间聚一聚，我和洛欢的爸爸就把婚事给定下来。嗯，好啊。好，再次谢谢您啊。啊，没有没有，给您添麻烦了。那就这样。我们在船上发现了分割成建筑砖材的棺椁浮雕，金库里也发现了被盗的陪葬品，你的同伙已经全部落网，盗窃走私他们都交代清楚了，你说说月神之泪吧。什么月神之泪？丁生火你认识吧？算认识吧，有的时候找他帮点忙，介绍点道上的手艺人认识。我们抓到的苍蝇交代，红魔是丁生火找他做的，真正的委托人其实是你吧？那掌纹呢？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这不是你们要的东西吗？丁生火找苍蝇不光做了红魔，还有一个掌纹。我说警官，你把我给绕晕了，我没让丁生火做什么掌纹。可两样东西是放在一起的，约好去取的是李淑婷，掌纹也是李淑婷打算偷到月神之泪的重要工具。你说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月神之泪不是我让李淑婷去偷的。李淑婷到了青城之后她就没跟我联系过。那我问你，既然李淑婷很久没跟你联系了，李淑婷身亡，知道庄文杰身上有红魔的只有他，你们又是怎么盯上庄文杰的？我明白了。我被他利用了。
说清楚点，被谁利用？丁生虎答应帮我做红魔，却安排李淑婷去取，其实就是故意把月神案栽赃给我。李安福跟我合作之后，故意制造出命案，就是为了让你们盯上我。什么狗屁合作呀！他就是为了把我卖给警察。他，你说的这个他，是不是被称作先生？你们是怎么知道先生的？是不是红姐说的？我就知道这个女人靠不住。逐浪游泳馆，你是不是在那儿办过会员啊？李淑婷，认识吗？真没想到你们这也能查到，看来我小看你们警方了。回答我问题。既然你们已经知道先生的存在，那我也没必要隐瞒了。我和李淑婷都是他的弟子。弟子，你们这邪教是吧？来来来，正好说说你们这先生是谁，怎么回事？来，你们根本就不懂，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别痴心妄想了。你们是不可能找到他的，就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说了半天，你们就是函授课程是吧？哈，这么不被重视，你这个函授一期多少钱呢？你什么都不懂。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无处不在，但他也无迹可寻。他可以精准地算到每个人在想什么，然后让你不知不觉地按照他的想法来做事儿。我的迷信术就是他教的。我觉得你这个什么迷信术啊，你师傅可能给你教坏了。你练这东西已经练得走火入魔了。但是你没发现吗？其实你迷来迷去，你都在听他的指令，他在利用你呢，明白吗？不，是先生他救了我，把我从毫无意义的人生里拉了出来，拉到电信诈骗了。我问你，之前的电信诈骗案是不是你这个师傅教唆你的？好，那么换个问题，你跟红姐的合作是不是也是你师父安排好的，让你去电信诈骗弄出人命，吸引我们警方的注意力，把所有的矛头再指向红姐，然后她想干嘛就干嘛，最后你怎么安排啊？你师父跟你说了吗？你师傅拿所谓的迷信术把你从什么无聊的人生当中弄出来，你用迷信术把王雪弄死了，然后最后的结果你跟王雪没区别，你现在也好还是红姐也好，不就是他安排好的炮灰吗？不就是这意思吗？你还不明白吗？李安福，你跟王雪在网上所有的聊天记录我们已经请专家分析判断过了，最后我们发现这已经不是一起简简单单的电信诈骗了，因为你有明确的自杀诱导传输给了王雪，导致了王雪自杀身亡。你摊上的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吧李安福，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知道的关于你师父就是先生所有的情况跟我们这儿讲清楚来。先生他是五年前找到我的，我当时还在一家地下会所工作，一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直到我碰到了先生。走私做这么大，我向来都是很谨慎的。我的电脑里装的都是企业级的高级防火墙，可偏偏就是这个 IP 的来源，我根本查不到。更可怕的是，他还可以随时随地毫无征兆的
把视频电话打进来。我也很好奇，也想看看对方究竟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视频接通后，我看不到对方的脸。他穿着一身西装，戴着手套，手里还挂着一只银手杖。他跟我说，他观察我很久了，说我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天赋和潜质，他想帮助我。我对这种来路不明的、神神秘秘的人，绝不会相信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我想把视频关了，可是根本就关不掉。视频里的先生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教我的这些让我屡试不爽，以前的那些女人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现在都变成了被我随心所欲操纵的木偶。虽然从没见过，但好几次他都帮我化险为夷，我就彻底相信先生他是真的想要和我合作。我很感激先生，是他让我找回来做人的尊严，所以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做。陆队，直到现在才跟警方说明情况，是我的问题，我向你们道歉。道歉有用，要我们警察干什么呀？虽然你没有犯罪故意，但你把东西藏起来了啊。当然你这个今天提供的线索确实帮我们破获这个走私案有一定帮助，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破坏了犯罪分子的犯罪计划。我是被那个丁生活给骗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因为你爸。我想来想去，也就这点事儿嘛。丁生活跟你爸有仇，所以他老拿着这个事儿来诱导你。我给你提个醒啊，过去的事儿不能老缠住咱们自己，你还有未来，你还年轻，你得专注眼前的这个事儿。丁生活，法律可以制裁他吗？你得迎接美好的光明的未来，是吧？老队，你刚才讲这话啊，特别像我们的辅导员。我跟你开玩笑是的吗？能不能严肃点？电话。哎，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你这回没什么事瞒着我了吧？没有了。谅你也不敢。谢谢老队。红魔这事儿过去了，也没人愿意盯着你了。当学生你就得有个学生样儿，是吧？你在学校你得好好读书，毕了业以后认真工作，天经地义的事嘛，对不对？我是不想说在什么法制节目里边就看着你消息了啊。哎呀，亏了我恶补了一下摩斯密码。你就说今天你留那东西谁能看出来，也就我了。哼，以后这事儿也瞒不了我。哎呀，其实摩斯密码不太适合用来传递出门。嗯，还有那种用一长串数字代表手机九宫格键盘来给中文编码的。罗队，我觉得你应该都学学。哎，行了行了行了，光摩斯密码就让我头大。你们现在法律专业知识学这么杂吗？啊，我们那时候比你们还杂呢。嗯。Thank you.
没走啊？恭喜恭喜，红姐的文物走私案和李安福的电信诈骗案今天算是全部搞破了。本来要给你报备一下的啊，我们队呢打算坐庄，请你和你的战友们来顿大的，咱们以茶代酒，一是给你们庆功，二也算是践行吧。谢谢。一家人不分彼此，这些年去看过你师娘吗？是，我去了给他添堵。哎呀，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要是想我们呢，这个就过来看看。而你们省厅领导一般都挺忙。我们市局年轻同志上省厅看你们去。青城还真是个好地方。金山银山，人杰地灵，舍不得走了吧？真是，我准备再留一阵。是土特产还？王啊，咱那个老三样，你再给我还有个主犯没抓着呢。你，红姐这次你们不带走？红姐我们肯定得带走，这不还有个先生吗？先生是我们这批人的主犯，红姐才是你们最终目标。是，之前红姐确实是我的主犯，但是咱们查案子摸着摸着把先生给摸出来了。你是在这一亩三分地儿摸的呀，你不能说你这摸出来成你们成果，你打包带走，那我们怎么办啊？刚才还说一家人不分彼此呢。是一家人，是不分彼此，但是不能这么分，谁的案子谁来查，谁的主犯谁来抓，一家人你不能切案子玩啊。没事儿，没事儿。小心眼儿，上当了吧？我逗你玩的。我也是逗你玩的，是不是你也上当了？哎，老同学呀，知根知底儿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啥人呢？但是。我还真得知道你的日常安排。老赵天天逼着我。哎呀，你们苏英同志来一趟，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走的时候你怎么地不得给人拉个横幅，敲个锣打个鼓啊？你悄悄告诉我一下，哪天走？明天。突然又这么着急，怎么了？啊？就不能多待两天？真不拿我们这儿当家呀？多待两天也行，听你的，那我就多待两天。哎呀，可是我多待两天干什么呢？也是，要不我留下来协助你吧。别，你闲来闲去就成了我们又协助你了，你别来这套。就算我想协助你，也得领导同意啊。我到现在都没跟省厅汇报呢。麻烦你，千万别按照你脑子里边这个邪恶的、危险的想法这个方向去向领导做汇报。那我给你提个建议吧。你要踏踏实实走，你不抢我们战果的话，你提个论文我都没意见。抓先生。庄文杰应该是个突破口。哦，要修表啊，明天赶早啊，也打烊了。哎。年轻人，你想干什么？
今天在四德仓库救我的人是你吧？救人？哎呦，你也看见了，我只是个修表的，什么救人不救人的？你拿我的东西干什么呀？这东西很眼熟啊。那边嚷嚷，别他跑了，快啊！连工具还没收呢。看来今天那件黑色风衣，应该也放在店里面的吧？要不我去找找。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上次我来过你这儿，你听声辨锁和用钩针的手法，跟今天在四德仓库的那个人一模一样。还有，你这家店以前是我家的老宅，天底下没有那么巧的事儿，你跟我肯定有什么关系。人家找你惹你了，一天到晚捏人不放，干嘛呢？那为什么？最近发生这么多案子，都跟他有关系。丁生火、李淑婷、李安福、红姐，包括那个死者王雪，都是和庄文杰有关的人。太巧了吧？我真不信。你就是压根儿不相信我看人的角度和眼光。你这一点，我还真从来没怀疑过。但咱们是警察。警察办案子不能光靠直觉，始终保持怀疑，才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线索，才能查明案情的真相。我大学四年白念了是吧？罗坚，你是我师哥，我说什么你能不明白吗？就算我什么都不说，你心里也跟明镜似的，在这儿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包括你师娘那事儿，你觉得你是去看他给他添堵啊，还是不去看他给他添堵？12年了，罗坚，你想什么呢？你跟姚白一样，脑子好。眼睛毒啊！我没能瞒过你啊！你认识他？我姓徐，叫徐正清，跟你父亲是同门师兄弟。如果按照辈分来讲，你应该叫我一声大伯。可是孩子，我不敢认你。文杰，对不起，是我害死了你父亲。我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上演，那些一语不发的人，你就难逃一劫。躲藏不进旧日的船，避不开谎言。如何悬光被折射的光，是非曲折欲盖弥彰。黑白灰分不得世界，万物扮作正中间，徒留下一束束断你生生不息后湮灭。徘徊不见的分隔线，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黑白灰分不得世界，万物伴随
正中间，徒留下一束束断影，生生不息后湮灭。徘徊不见的分隔线，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光坠落停止不前。自如篡改的起点，钟摆低垂，指向灰暗的空间。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边界。